今天我行游去红香炉峰这里做起点。好，在这个位置行到尽头，在这里要擒一擒栏杆行这边。好，沿着个边行。就好容易行啦，呢度好喺呢个位咧，就唔再继续上啦，转右嘅。好，喺呢个位咧，又要转右嘅。好，跟住好多丝带行就得噶啦，都有晒丝带噶啦。小心啲行，因为今日有啲路线，有啲线路，小心。好，行咗两分钟到啊，到啦，已经好容易啦。系啊，拎过嚟啊，拎过嚟。嚟啊，上啊，上啊。video啊，佢嗰度影好嘛？唔知边度借力上嚟喎？诶，系啊。点啊？好，上到嚟一个小小嘅山丘仔啦，已经唔使五分钟就到啦喎。哇，今日啲云好靓。哇，轻松，但系有靓景啊！有其他人定系越高咧？呢个位系啊，我影你哋啊，你哋两个啊，系啊，标高处，等等，跟住，都影埋先。哦，呢度影完啦，落翻落去啦。好 ，Jason 又示范挖石，挖。好，头先我哋喺呢度转完右上去嗰个标高处咧，而家咧。我哋行翻左边呢度去渣甸山。
好，沿路都是很易行的平路。